大爸爸已经跳出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健啊。今天风外面风很大，我们刚开过来的话，八级大风了。哇，终于到达这个小岛了。这水深的话，大概有个6-7米吧。啊，水超干了，到处都是鱼啊，包公，1斤多吧，1斤多，哦，抓不住，哎，这边还有一条，哇，石斑，哦，这么大的石斑，7-8两了，1斤120，哦，好多鱼啊，随便上手一抓都是鱼，你看。哇，你看，哇，大青斑，1斤多，哇，后面简直就是鱼窝啊！哇，这么大的青斑，你看，1斤多，1斤多，这边还有一只，海蛎，哟，跑进去了，跑进去了，哦。直接那个反咬我一口，差一点！哇，小金鱼！哇，在里面打架，就在这里！哦，出来出来！哇，这鳗鱼很不听话。螃蟹，螃蟹，螃蟹，看到了，这鳗鱼要给它单独养起来。放进去，放进去，没事。螃蟹，青椒，螃蟹，青椒，哇，两只，两只。嗯，花蟹啊，螃蟹都吃了，哇，喜欢躲在石头缝里面的，快点！哇，这鳗鱼，你想干嘛？你想跑是吧？嗯，就是两个花蟹哈，哇，这边这边，游来游去的，还记得？哇，石斑，这个有3-4两吧，好多啊！今天这个外海水缸好多鱼啊！哦，来，海蛎，出来，给我出来！哦，这个还行啊，2两多了。我说，哇，这边还有一只大石斑，今天石斑鱼的窝，一条又一条，全家都在这边。你看这什么尾巴？滚！吓我一跳，我跟蛇一样游来游去的。啊，刚才那条大鳗鱼，这条小鳗鱼，应该是一对父子俩。哇，你看看，差点反咬我一口。这个抓鳗鱼一定要小心啊，要抓头。哇，你看这嘴巴，这牙齿，哎呀，咬一口不得了。单独养起来了哈，它会跳出来。看，它爸爸已经跳出来了。哎，我看到一个尾巴。砸中了！哇，猫杀！哇哈，飞！哇，还有一只！哇，哇哇哇！凶猛巨兽，这条有1斤多！哇，这个猫杀太狠了，要放进去！哇，今天要发财的节奏啊，都是值钱货！抓到了！到里面去了，给我搬掉。我找到你了，没地方跑了吧？还跑？是吧？刀木变了，没有了。哇，不管我们今天开船2个小时，我冒着8级大风来到这个海岛。哇，有这么多的收获可以啊！这种水坑的外海，我们找的水坑都从来没有人超过的。所以它鱼的话会一直聚集啊。那我们把这些鱼货给它处理掉啊，给它分掉，给卖个好价钱，好吧？哇，很多！这个猫在干什么？
就一只了。186，这个尽量都是会鱼，两个一起，价位是一样的，120。你拿上来。到一斤120啊。嗯。这盲鱼海蛎八戒上50。嗯。284。1070。微信收款1077元。八点。不好，我们今天冒着8级大风出来啊，经过大风大浪，终于回来了。然后卖了500，1077，还不错哈。我回家了，饭没吃，已经8点多了。今天视频先到这边嘛，喜欢的加个关注，点个赞嘛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